然后再找我了，好狠。有被扫到吗？没有，已经扫我了。我已经被扫三次了，所以我都在同一个地方待着。有吗？他有血吗？侦测到身那而已啊。对，那你就要换位置啊，不然你一直卡在那边被发现。还是说，那这三个一定在这里啊？他找到我了，赶紧点！不可能不站三角啊！不用站三角，不要被发现就好。让他摸不到我们位置就好，他只要摸到一个人位置，他就知道我们剩下来的位置了。然后剩下要听脚步声了。除非说我们变成说是要赤手空拳来对的。你要插吗？还是不用插了？要不要插一下？不用，不用。好，被侦测到了。我没有被侦测到哎、欸。代表在左部分吧？他在左部分了，对。你的罐子可以丢在地板吗？丢在笑死！好像两个人，听起来是两个人在开枪。没事，我们不用去，我们有三个，等他们进来，我们再打。我还是没被。我不确定，几个人，他们不没进来，代表之后我们一楼放很好啊。有可能再绕一圈再看。也有可能他是想要跟我们那个吧，就是军犬队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打那个吗？哦，得。对啊，有啊，这是一个暗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想要吗？你们想要吗？想要就讲啊！好像有哎、欸，这是一个暗号啊。OK 吗？确定吗？我不确定啊。对，我也不确定。多少知道这个暗号是台湾在玩实战格局？蹲下，用蹲的，对啊，那里啦，可以啦，来丢丢丢丢丢丢！哎，假要丢吗？要，哎、不用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丢。哦，你爸，要丢假吗？假丢，丢假吗？对，丢假。一对一啊，你们先打、啊，你跟他打，你跟他先打。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会赢啊。啊，我一个，你一个，那你补血，你补血，你干嘛啦？咋了？你要残血去打他，而不是去补血。好啊，这不是催轮弹吗？冷。这游戏我喜欢，上游戏才是游戏。有了，一个。再给他两下。哎、欸，他们有金甲，谁有金甲？那你先补我吧。我来帮你们看有没有谁有金甲。怎样？还可以不要打到最后吧？拿我。他们是要打到最后，那我要去捡。有金的吗？好，补血啊，补血啊。那边有个血了。现在补一下，拿大补。还是我直接熬拳了吗？我起床直接拿着熬拳。没打死啊！两哭啊！我们已经赢了，那现在要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补下去。哇，他红脚！我这应该算是我们赢的、啊。我觉得是我们赢。对吧？
补血吧。现在超痛这个圈，对吧？他们捡甲还哭啊？是吗？我甲我捡啊，怎样？我说他们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捡。完了，我忘输了，我被多打一拳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捡起捡起，跟那个人打死他，打死他。这一次就不管了，打死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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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快！这场算我们的，这场算我们的。你开枪，这废物。对。我什么废物？我已经打死一个人，我是有权力的人，有权力的人啊，有权力的人啊！就你这废物，什么东西？我已经打赢了。这哎、欸，我们好好在那边拼拳，就你这个死废物，不然掏出一把枪，我已经赢了。是三三，这什么东西的、啊？我们在打什么东西？这场有点好笑，你有录下来吗？我有录下来，我有录下来。我还知道。哎、欸，完美胜利，爽！哎，完美胜利，没有死亡。可是我没有倒下，没办法。元帅不转了。对吧、啊？还蛮有趣的。